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刘二石，有钱不买收音机，就听二石吹牛逼。今天又准时跟大家见面了啊。上回跟大家说到啊，我啊跟我二叔啊，还有他那个女徒弟一块儿啊，去马葛菜市场去玩去。二叔那会儿那是第一次去啊，然后那个二叔呢想第一回的小目标啊，就是20W，想让我，然后。我说我帮他轰啊，然后呢，结果呢，不仅没帮二叔轰完米啊，连二叔最初给我那个20W 那本金，外搭我自个儿的60W 一块黑进去了。哎呀，这个折腾来折腾去，折腾半天，我说我得跟二叔那儿我得有个交代呀，怎么办呢？自个儿选择的路，你跪着都得走完。啊，我反正我是不好意思回去跟二叔说我把那20W 黑没了。我呢就是跑到那个账房啊，换了40W 塑料片。为什么换40W 呢？就打肿脸充胖子嘛啊，就是打算呢就是跟二叔说，我红了啊，这四十呢，其中20呢是他最初给我的本金，再有20呢是，就说是我给他红的。啊，事实上呢，其实都是那个我自个儿的命儿。心里头呢不痛快，但是呢，你跟二叔那说完了，把这事儿说完了，是不是？你那个牛逼吹出去了，对吧？你说帮人红米儿，你一会儿你回去告诉给人黑了，那不好看。虽然说二叔有钱，不在乎这20W。啊，黑了也就黑了，那个肯定也不用我还。但是呢，咱不能干这事儿啊。我呢拿着这40W 塑料片呢就去找二叔去了。二叔跟他那女徒弟呢还在那儿推呢啊。然后我一过去呢，二叔那儿桌子上那塑料片啊，哎，挺多的吧啊。然后呢，他那女徒弟呢正帮他在那支招推呢，哎。我一看，我说二叔，行啊，这就上手了。嘿，二叔说，嘿，那怎么着啊？有我们小翠儿呢，小翠儿是谁呢？就是他那个女徒弟啊，就叫小翠儿，就是那个，就是这么个叫法吧。我说嘿，行，那二叔红多少个了？你瞅啊，都在这儿呢，你自个儿数。我一看呢，得有那么几十个 W 啊，三四十个 W。我说行，小翠儿呢就接着跟那儿啊，给二叔支招，你推这个推那个。哎，我看这小翠儿好像是对这个红蓝有点研究啊，看着手不生，就是肯定之前玩过啊。那个二叔问我了，那说小手啊，你这个。刚才怎么着了？说帮我红米儿，红的米儿呢？这个时候呢，一问呢，哎，说的我心里堵得慌啊！我总不能跟他说我黑米儿了啊！我自个儿拿我自个儿的米儿弄过来，告诉你我红米儿了。我说我红了啊，我那红了，那个我一会儿再给你看，你先玩你的吧啊！我跟二叔这儿呢，就这么没大没小的啊，就跟他故意逗闷子啊。二叔呢，一会儿呢就跟那玩儿，玩儿的到快下午的时候呢，二叔呢觉得那个腰有点老跟那坐着有点不行，得站起来啊。他岁数大了，他就是一坐时间长了，腰啊这颈椎啊什么的他就不舒服。他说出去走走去，走走呢，我就想呢，给二叔安排点节目啊，然后那个安排什么节目呢？那会儿我也跟二叔那没大没小的啊，我就说二叔走，咱看表演去。我说咱们，他说看什么表演呀？特色演出，你知道吧？我说这个，哎，咱们好容易来这一回，是不是？你这个，哎，得体验点资本主义特色嘛，对吧？他说什么演出啊？我说到时候你看你就知道了啊！我给你买票，你甭管了。大二叔去哪儿了呢？
去金龙了啊，金龙那个八国联军表演，当时呢我买了2张票啊，让二叔呢跟小翠儿一块儿进去看去。二叔说你怎么不来？我说我早就看腻歪了，啊，你看去吧，啊，我说我等着你啊，你出来时候你叫我啊，你给我电话。我说你这臭小子啊，结果二叔呢跟小翠儿就进去了，小翠儿笑而不语啊，跟二叔一块儿进去了。过了那么半个来小时吧，这俩呢出来看，看完演出出来了啊。二叔呢假装生气跟我说：“小手，你臭小子拿我打岔是不是？”我说：“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这不是看您好人出了一趟，咱放松放松嘛，是不是？这东西咱就是。”哎，走到哪儿啊，咱都得看看红的怎么鲜，绿的怎么艳，咱都得体验体验，对不对？二叔说：“臭小子，回头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啊！你那个，你刚才跟我说那个，你红那米儿呢？啊，你不是说帮我红20W 米儿去了吗？你红哪儿去了？我呢，把塑料片呢给二叔了啊！我说这个你在那儿呢啊，没忽悠你。”二叔呢接过塑料片啊，然后呢给了我20，就说什么呢？就是说他不要我红那20的米儿，把他那个20本金给他就完了，这20就归我了啊。我说没事，二叔说好我给你红的啊，你拿着吧啊。一天呐，那哪还真能要你钱呀？二叔呢，哎，有个大人样啊，还真有大人样。啊，没那什么啊，然后呢，就是从金龙出来呢，二叔呢，那么抬头一看，看见那个霓虹灯箱了，那儿写着一个什么18桑拿。二叔说这个干嘛的？我说蒸桑拿呀，桑拿汗蒸是吧？洗浴什么的，SPA 什么的。我说哦，行，挺好。我说那接下来咱干嘛去啊，二叔？二叔说：“给那小翠儿买包去啊，那个答应给我们孩子买个包了啊。”二叔呢，疼徒弟啊，就是管徒弟呢，就叫孩子，就跟郭某刚一样，一说自个儿的徒弟就跟孩子一样啊，给我们孩子买个包，20多个 W 啊，给那个小翠儿呢买了个那什么某马某的那个包啊，然后呢，二叔呢就是哎。说吃饭，这一天吃看也看了，玩也玩了，逛也逛了，吃饭吃的那个，去当时去的威尼斯人的一家日料店，吃了日料，我们，吃日料的时候呢，就随便拿二叔打岔玩，然后呢，我尿急啊，我去厕所了，我说我上趟厕所，我上完厕所呢。正在那尿呢，二叔也跟进来了。然后那个他说：“小手啊，一会儿吃完饭啊，让小翠儿自个儿一人玩会儿。我想去蒸桑拿去。这2天我跟你说，又坐高铁又怎么着的，这我得蒸蒸舒服舒服了。”我说：“不行，二叔，我说这个桑拿这个东西，你看你这岁数了是吧？它温度高。”到时候你本来你就有三高血压，你这一蒸，你血压上来了，这又不是说在北京，你要在这儿万一犯个病什么的，我可弄不了你。啊，他说你没事儿啊，你甭管我，我身体好着呢，知道不知道？啊，你小子就带我去就完了，就刚才那地儿啊，我去放松放松去。那二叔说了，我也不能违背呀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呢就哎找了个车啊，找了个埃尔法，哎，就那个，其实也不是我找的啊，就是给人家那个桑拿经理打电话啊，就是来接我们一趟来吧，啊，开了埃尔法接我们来了，二叔呢就躺在埃尔法上呢啊，就这么着，把那个凳子那么着一调，他不是能那么着躺着养着吗？二叔说这车真好啊。这车能躺着，关键呢，它还能躺俩人儿。小手啊，这是什么车呀？我说这个叫丰田埃尔法。
我说回北京你看看吧，应该有卖的啊，100多个呢。反正二叔，反正这车在日本就卖20多个，也不知道怎么着，到咱那就卖那么贵了。二叔怎么看，觉得这车怎么好啊？主要是因为这车呢，它能躺下，而且能躺俩人。很快呢，车呢就到桑拿了，啊，我说二叔走，你不是要去吗？我跟你一块儿进去。二叔说不用你，小手啊，一会儿呢，完事儿呢，我蒸完了给你打电话啊，你过来接我就完了，啊，我说那也行，然后呢，我就在附近呢胡乱溜达那么一小会儿啊。胡乱溜达那么一小会儿，然后买了点饮料啊啥喝的，一会儿呢，哎，就接这个二叔出来了啊，得过了那么一俩小时吧。二叔出来了，二叔出来的时候呢，蒸桑拿蒸得红光满面的啊，倍儿美，高兴啊，这家伙这真不错啊，这地儿真好啊，这资本主义值得，确实是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啊，就夸呀，猛夸。我说行，二叔，我说那个，那什么，那个，那咱去找小翠儿去呗，你给人一人撂那儿了，然后呢就去找小翠儿去了啊，小翠儿呢在那个威尼斯人菜市场里头呢，哎，战斗呢啊，因为我看之前小翠儿呢帮二叔在那儿支招，一看小翠儿呢可能是会玩，小翠儿呢就跟二叔说呢就是那个什么。啊，就我们就找着小翠儿了，小翠儿就跟二叔说，就是说黑米了，啊，黑米了，我这黑了5个 W 了，啊，那个二叔呢，就当时呢就说没事宝贝儿啊，咱们我给你掏了这5 W 啊，今天咱们来了，咱就玩尽兴，好不好？啊，小翠儿呢，哎，就接着在那玩，啊，二叔呢就说有点累了。确实是，你说那么大岁数了，是吧？那桑拿汗蒸那么一蒸，肯定的一出汗，浑身虚嘛。我呢就带着二叔啊回酒店房间休息去了。啊，小翠自个儿跟那儿站红蓝。到了第二天呢，哎，我呢就是等于就是把那个。我二叔安排到房间，然后呢，我就自个儿也就休息了。到时候第二天呢，我去找我二叔去啊。二叔呢正在那训小翠儿呢啊，为什么训小翠儿呢？那小翠儿呢一晚上在那黑了有50个 W，啊，就是黑了50个 W。本来头天晚上还刚黑5个 W，二叔还那什么呢，还说算他的呢，这下黑50，啊。然后呢，那个二叔挺不乐意的了。啊，就说他啊，说你这孩子一天打的啊，说来这儿你玩你得有个度啊，你得收敛，对不对呀？是现在我那个帮着你，是不是挣点钱了？但是你记住了啊，孩子，你记住了，人这辈子要在有时思无日，莫在无日思有时，知道不知道？今天有点名气了，有点收入了，要考虑啊，自个儿今后人生很漫长，就是今后的人生中遇到人生低谷时候怎么办，对不对？也要考虑自个儿之前，哎，没有名气，没挣着钱时候那种狼狈的样子啊，吃不上喝不上，四处求人，看人脸色那种样子。别现在有点钱了啊，就一天到晚就跟那儿忘乎所以了。一说呢，小翠儿跟那儿哭了，啊，这一哭了呢，我二叔又心软了。啊，又心软了。嗨，你说这，他人岁数大了呀，他不像说那什么，你知道吧？人岁数大了，他一看孩子哭了，徒弟哭了，他就心软了又。哎，就说算了算了啊，甭哭了啊。那个什么，那个一会儿啊，让二手带着咱们去吧。啊，他昨天他不是还红了20米呢吗？20W 吗？让二手看看，他老来这儿不是？让他带着看看怎么能红米儿啊！一会儿让他帮你红回来就完了，好吧？哎呦，我当时一想啊，这二叔啊又把这屎盆子踢到我这儿来了。
今天的视频呢，就给大家说到这儿啊，下个视频呢，我继续给大家讲，拜拜。